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宏观战略。那周末嘛，先祝大家周末愉快哦。好了，那今天大盘就是呈现一个震荡的格局了，但是咱们发现到，即使今天大盘啊最终尾盘是收回的，但是的你看涨停板的股票还是一样掐把柄啊，还是一样掐把柄啦。那你看今天森达科技虽然被关紧闭啊，照拉不误。也恭喜所有有买进森达科技的会员，还有这个好友们赖好友们，然后另外一档后起之秀的大中，今天好猛啊，想追吼都不知道该怎么挂价，你看一开盘哇，乒乒就这涨停板啊，100块推荐大家买的吧，今天140，细想，那森达科赚比较多啦，森达科大概7成7左右了，一张的价差来60000块左右啊，恭喜大家，有欢喜不？你看。这就是我一直跟他讲的嘛，我其实很不怕人家去做比较了。把人给你什么，把老师给你什么股票，我给你什么股票，给你做比较吧。就好比说我今天侧标写的第二句话，有没有看到？在一档低价股也涨停板，这个早盘我给你提醒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早盘我在发口讯在提醒好友们的时候，这样哦。结果你看，再一点诡异啊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最后你看有涨停板，这个股票我10几块啦。其实哈，大概我想我也不需要这样遮啦，大概都猜得到了。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先卖个关子，好，你有不要紧，好，你有。记不记得我前几天在228假期之前，我就跟他讲过了，百元的股票我已经分享非常多了啦，会喷的都喷了啦，好，哎 ，key 也弄 key 啊啦。考量到现在有很多投资朋友都没有跟到那些百元股，所以我是不是告诉大家，历代锤蛙，你加入我翻倍的龙股的计划，我带你买什么低价股，锁定的大概都是在50块上下或是50块以下的股票，今天这一档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就刚好就是50块左右，也恭喜所有买到的投资朋友。好，那我们但是我们今天先不开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明天再攻的话，我们明天再来开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已经知道的，你得念去陪我进；还不知道的，有兴趣要跟上的，好好把握哦。我手上现在所挑选出来的低价股，不会是只有这一档，还有这一档啊。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聊。好，这个不断电供应系统是有关系的哦。那为什么挑个不断电系统？当然有我的考量点在了。好，也是恭喜大家哦，翻倍的龙股又喷出一档了，又喷出一档了。那前几天这个 M31 啊，关紧闭哦，大家不记不记得我说他关紧闭嘛？好吧，那关紧闭，那我就看他怎么关嘛。哎呦，你看今天对不？你看解除紧闭完之后，今天就上了几个涨停板啊！哦，说此时那时快哈、哦，我是不是跟他讲过？我说这些千金股哈、哦，在我的这个规划里面就是轮动轮转，哦，轮流当轮流谈嘛。今天谁比较有机会赚得到他的钱？我就像我车标写的嘛，提款机打开台湾一数哦，你皮夹打开哇，7、8间银行，也许每一张卡里面都有钱啊，也有可能有些卡里面没有钱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知道人家抽哪张卡去领钱？啊、哦，对吧？搞不好世华里面没有钱，搞不好凯基里面有钱，对吧？所以。今天我们在操作这个千金股的概念，就是说，一定要一种概念，就是说，你股票你也不要全部想说，啊，这是我是不是大几段该拼一多的弄个弹掉，这嘛不一定的哦。你看哦，我们在过年之前，在去年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把这张图罗列给大家？我说，我们今天不去考虑什么本益比的问题啦，就说从这里面去挑选它的股性比较活泼、价差比较大的，也 range 有法大。啊，你唔怪那个动作提款机。就总共你无做当冲嘛，不要紧，波段嘛赚得到。你看，今仔日材料1000啦，我几块给恁报的，我伫遮给恁报的啦，亲爱的。虽然他盘了一段时间，记不记得我在封关之前我说，过年后你们等着看，一定上1000的啦，对不？没错吧？你看我的节目，敢那做材料吼，我安尼讲啦，假设你买在800多块的一张，至少都赚20万左右。
绝对有的啦。今仔一千安尼，对不？一千安尼，除非你买的太啊，好啦，就算算你买九百多，一张嘛十万吧，对不？所以讲，你看哦，这些千金股哈、哦，当初我们在推荐材料的时候，它是千金股吗？不是哦，那个时候才800块而已、啊。我们带会员是买在700多了啊，多这边一家恭喜啦，好也恭喜所有的会员，好恭喜所有的会员啦，好。那今天呢，我材料没有做当冲了，因为反正我波段单都还在嘛，好，我们今天冲的是这一支力旺，昨天也是力旺，今天也是力旺，怎么做的？等一下来说了，好，先来看 M31，今天怎么买的？1840买进，挂涨停板1985出。你们自己忙，计算机帮我算一下，按那几张碳瓦子，按那几张碳瓦子，十四班呢、啊？所以哈、哦，亲爱的投资人，虽然 M31哈、哦、我已经获利了结了啦，好在也不算获利了结了，就过年前嘛，好，我有基本上来讲 M31我说过嘛，我都是以做当冲为主。好，这是一月份的哦。好，二月份我没有做，好，二月份没有操作它了。好，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关紧闭嘛，波动也不大，挂价不好挂，它的分盘交易真的也你不知道怎么定价，你懂吗？万一你给他下市价，看你戳回来涨停板怎么办？所以哈、哦、，M31我在一月份我有操作，几乎全部都做当冲，好，把把都是当冲。好，你看，咱一月份。安尼当冲，唔管赚三万的啦，赚九万的啦，吼，安尼合合的上最后赚一笔十万的嘛。你看，大赚68万。来来来，这一笔再帮周老师算上加上去好不好？今天这一笔，哦，今天刚好3月1号，哎，搞不好三月份又是玩转 M31的好日子啊。看哪走啦，吼，佮把我这笔加起来14万哦。吼，亲爱的投资朋友。股票们，我问你嘛，我需要每一档千金股都去盯吗？我需要去盯，我需要去这个我需要盯吗？没呢、啊，这个我需要盯吗？不用啊，做我有把握的嘛，做熟的嘛，那懂意思吧？所以说，当初我在拿出这张千金股的这个表单的时候，你看哦，当初拿这个表的时候，只有11家的千金股，那会起码几条表打几栋千金股。你看到亚德克这边也是，大家用千金股啦，川股更不用讲了，大家用红利的，大家用变千金股啦，哈，明白跟你报个价呢。我是不是说过嘛，你有能力够的，你资金大的，当然我觉得压千金股，我觉得 OK 啊。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做比较短线一点的，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子哦，比如说你要做啊短线，我说过嘛，你先看我怎么做。如果你可以赚的比我多，我给你拍波啊，赞，青出于蓝跟胜于蓝。你信不信？今天一定有人做错。你看到昨天融券是增加的哦，昨天融券增加了9000多张嘛。不要去讲，今天盘起啊下来，其实很多人是在想要做空了，你懂我意思吧？那万一你去空到 M31，哇，你对哇？我们先买后卖，跟他一起大赚14万。啊！你啊，家己看你在早盘，哎呦，你拍落去拍落，佮空嘞！我跟你讲，拖起我来讲，你今仔一张上少倒了10万，一定有人 M31今天做亏了啦！不要骗我了，你等着看吧，一定有。对于这种涨多的股票，看他不顺眼的人比比皆是啊，亲爱的投资朋友啊。可是为什么今天周老师敢做？为什么我知道这边可以买？我说真的，我不知道今天会涨停板。我只是看他今天，这个亏没办法。你看，昨天也是有2只千金股涨停板，对不对？涨满两基嘛，今天满两基嘛，今天加折嘛，还有 M31嘛。大家知道这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吗？为什么这些千金股每天，你个想哎，一张动辄100万、200万的股票，我都给我涨停板呢？我反问你们。请问这是小户在买还是大户在买？你觉得买得起零股的那些人，他有办法把它拉到涨停板吗？所以你要懂这些大户，他现在当然啦，
我个人的判断，他们一定是各具有各具锁定的这个什么股票，但是他也不可能天天去拉抬它，它轮动嘛。所以你看，像今天大力光就稍微弱了一点，但是我告诉大家好了，不要急，哦，拉回量缩低阶早买点，我只能点到为止。就像我当初提醒你们，我说啊，周老师你报这个材料好弱哦，你看没标。那我问你嘛，我当初提醒你们拉回量缩早买点，我有没有错嘛？多少人跟我买在820、830的啊，一堆啊！我带会员是买在840嘛，啊，你该看嘛。就算你买在850的，莫给那维系一张买几万，你了解吗？还是开始有人就看不顺眼要做空了？所以哦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这个哦，我也很难去跟他解释啊，好，但是我只能告诉大家啦，这个是一个经验嘛，就是说为什么我当初锁定这个千金股来当我的提款机，就像我刚刚举例嘛，哎呦，皮夹打开，哇，过来进银行，唔知今仔日这张卡里面有钱无，对不？所以你要懂得去了解这些千金股它的轮动嘛，就好比说利旺，对不对？这两天利旺是不是跌升反弹？对不对？我昨天有讲得很清楚嘛，对不？我说它跌升反弹，你看哦，利旺上次打回到季线反弹，打回到季线反弹，再往前看，打回到季线反弹，打回到季线反弹，前面一二三四打回到季线的反弹，那我问大家好了，请问这次打回到季线会不会反弹？好，你敢想嘛？很多事情说破，对不对？不点破嘛。啊，听闻嘛，不要紧啦，好，反正你就看我怎么做的，好，利旺昨天2月29号2620、2700买进，好，做当冲，背板。当然啦，昨天跟我猜的一样，今天早上有人留言说，哎，周老师，你这比比他这水个钱，那叫科学了，对不？是啊，昨天2620几乎买在最低点呢。我敢摸啊，今仔日2620，今仔日2865啊呢，20万呢，一张呢，对吼。好像昨天冲掉是很笨的事情，对不对啊？周老师做工的呢，但是我今天嘛没讲，嘛无话讲啊！你看，2760买进，2860把它冲掉，劈砸完灯哎，感觉起来好像没有亏哦。大家懂我意思吧？看你用什么心境嘛。很多人会说，哇，周老师，真的，我平常你讲，昨天这一笔真的买得很漂亮。我昨天在发 call 讯的时候，后来拉上去，我自己也吓一跳，说，好像最低点又被我们买到了，就像我们在买那个材料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看材料也是啊，来，好，你看一下，就像这种感觉，像买材料一样，哎，你看，来，一模一样的 feel 哦，一模一样的感觉哦。好，来，材料，我有带出来，刚好有带出来，来，你看。1月4号材料4763，建议770块附近卡位。1月4号材料，1月4号李队，1月4号啊，你加，有看到不？啊，那恁看恁看不清楚，哦，我把它缩小一点啊。1月4号李加，有看到不？770元。1月4号，我这边call讯怎么写的？来，导播可以帮我tick一下哈。除了跌的够深外，指标也出现低档背离的迹象。有了解啊不？买股票咩咩嘎嘎之多啦，技巧很多，技术很多，抓低档背离，这是我很喜欢的，因为我知道很多股票跌深的超跌之后，必有超额的利润。低档背离就会有这种架构，那很多股票高档背离你去空它，当然它跌下来的力道会够深，这也是一种做法。但是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个部分，我只要告诉大家，你看我睡不？所以昨天有人在看我留言，在 LINE 里面给我留言说：“周老师啊，你这边安呢2620给冲掉，做空的呢，老到今仔日也是赚20几万呢。”是啦，咱涨近8万嘛。今天你个偏挂的嘛，对不？2760买进，2860个冲掉嘛，今天嘛偏十万单啊！人家讲开，能刚偏18万嘛，袂歹啦。哦，所以有的人会觉得吼，对吧？涨啊老诶，今天哇，那十万哇好诶，对不对？世界多美好啊，人生都是彩色的啊。
可是我不觉得我这样做法还不好啊。每天数钱呢，是不是感觉不一样？对不？那如果你真的要做波段的 ，OK 也没问题，马波文德，你看我怎么复制的？记不记得我在节目上有跟他预告过这一档？对嘛？你要讲好了，我这么想好了，如果你的资金真的有500万以上的，你又想要做波段的，这个一买一张，这个要70-80万嘛。基本上你对哦。有看了不？来啊，我带你走啊，简单嘛，这个又不难。你看我大力光是不是买在最低点，对不？没错吧？我记得好像是2350嘛，对不？对对对，2350没错。你看，2月5号嘛，2350嘛，对不？基本单持有嘛，我大力光基本单还没造哦。没你家，我睡不？是不是跟材料一模一样？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要做一个波段，先决条件绝对不是说去追今天已经涨的股票。你说你今天去追 M31， 感觉强，明天过2000，对不对？啊，又怎么样？你也只能做短线啊。啊，不然你该变个3000吗？但是你要有股票落深以后，就像大力光，就像材料一样，你看。买你的家庭事业给点，做一个大波段起来，一张轻有40-50万啊 ，OK 的啦。所以吼、哦，卖公话不改研究，好不好？你资金够的，你告诉我，周老师，我玩得起高价股的，你来催我，好不好？在我们翻倍的龙股计划里面来讲的话，也不瞒大家讲了，这一档是我不非常看重的一档股票。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想说的利旺都没谈到嘛，不要急，好不好？你资金够大的，那你资金比较不足的也没关系，在我翻倍龙股的计划里面来讲的话，我能给你搞到啊啦，这个好不好？这个都是布局的重点。不瞒大家讲，这档股票30块不到，那可能你资金大会说，周老师，那我资金大了可不可以买低价股？可以买很多张 ，OK 啊。买一百张也无问题啊，一百张买个300万对不？都我轻一张享受的钱啊，都我好啊，也可以，我也可以接受。哦，你喜欢那种享受大户的感觉嘛？啊，100张、200张哎 ，OK， 这个我也接受啦。可是重点在哪里？哎，我错啊！啊不，我起码就算我告诉你这是哪一档股票，就算我告诉你这是哪一档股票，你绝对嘛做个利利达达的呀。卖讲赚波段嘛，对不？咱个世界拼一下50%的一倍，对不？你去看一下嘛。这个大中，我在什么时候提醒你的？对不？你们去看嘛。在股票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其实我今天不太想去聊什么深达科技啦、大中这一些啦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大家了解到股票不要让它翻倍。翻倍的关键在哪里？这是哪一档？深达科，凭什么有办法赚将近70%？快翻倍喽！再努力一点哦，我们拜托主力再努力一点。我跟你讲，对不？有可能的翻倍哦，有看到不？深达科技80块左右呗，80块你对，你加啦，你加啦，这才是重点嘛，不是你加啦，哈、哦。看好了一档白股，这是啥？大中，有没有看到？2月初就跟他推荐的，买在哪里？90块，96块。2月15号，96块。2月15号开红盘，第一天，开红盘第一天他还在装死哦。哼哼，你们都不知道我会飙，就骗啊，哦、对吧？再来这一档，我说一定要买的，细光子的概念联雅。1月26号买的，买在哪里？是不是这？今天的联雅还不错哦，虽然没涨停板，差那么一点点涨停板啊，也算是给足我面子。所以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翻倍的龙股要好好跟上周老师，好不好？让周老师来带你一起翻。我们先进广告，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金融献瑞贺新春，一六八飞龙在天专案，金龙飞天让你旺一整年。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好，这段时间以来跟他聊了非常多的百元股，你看刚刚跟他聊的盛达科技、联雅，还有大众。虽然先涨停板这档我先不讲，好，如果明天还是一样涨停板，我们再去开牌好了。所以在这一次翻倍的龙股计划里面来讲的话，如果我现在再去给你们带你们去做什么联雅这些，我相信你心里面不是滋味的啦。所以在接下来的翻倍的龙股的计划里面来讲的话，低价股就很重要，而且低价股里面它还是要题材性的，就好比说我今天跟他讲的这一档股票。别的我不多说什么，你只要看那个东西就好了。陆续出货不断电电池备援系统，看好伺服器备援电池系统 BBU 出货持续的增温，这叫续准，1600块，做 UPS 不断电系统。你看这一波续准，我们这样看好了，感觉还在打底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把它放大来看，你看，记懂啊？我看了不？如果续准今天哈，我这么讲好了，它现在是1630，如果它少两个数字的话，如果它现在只有16块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气要病鬼哦。可惜的是，它现在是1630，同属性的产业续准。从1300已经拉到1600了，这两天它会震荡，线路在年线这边会稍微震荡一下。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跟他讲这个事情？我不是说推荐你去买续准的，当然你买也可以去买啦，哈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就是说，边边东西做不断电系统的，它也涉及到什么伺服器 AI 伺服器的什么电池系统。可是你们知道这只股票？去两个零，哎，续准现在是1630啊。周老师现在告诉你这个股票少后面两个数字啊，大家听我意思不？哦，意思就讲会使摕一张买续准的钱来买100张这支股票，感觉不像自己像大户一样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重点不在价格，重点是这档股票还在低档。这才是重点，大家听我意思不？这才是我一直跟他强调的重点嘛。
要翻倍。我问你嘛，1630要翻到3200比较简单，还是现在这个股票从16块要翻到32块比较简单？大概虽然数学都不是挺厉害的，可是去算这个应该很简单吧？所以哈，在这次翻倍的龙股计划里面来讲，你看哦，我从这个上个礼拜，应该是说这个月初吧，哎，对，就是这个礼拜，我就告诉大家了，接下来我布局的重点都是偏低价的股票。一来，我希望大家都买得起。也许你看我在做 M31、做利旺这些股票，哇，老师，当然啦，哇，资金有够对你做这些千金股是紧凑，但是不是每个人的资金都那么到位的嘛？那怎么办呢？我总是要爱屋及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赖好友里面这么多人，我不能都只去顾那些金字塔顶端的嘛？啊，金字塔底下的都不顾了吗？啊，那么得塞啊！所以特别精挑细选，20块以下，我不能说它是续准第二啦，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机会，非常有机会，好不好？让朱老师来带你一起翻。有任何不了解、不清楚的地方，都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赖好友进行提问，也非常欢迎可以打电话询问哦。节目最后，玉树说了，投资朋友找你顺利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金融限瑞贺新春1680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。